在2014年的时候，家人和我为面试登月计划而感到骄傲。但因为这事件，我讨厌我的弟弟，因为他令我不能成为历史上中国第一个登陆月球的中国人。解放军陆军航空部队上等兵和五项司令们敬礼。何同志，你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登陆月球的宇航员一职吗？绝对胜任。本人在天津第50航空部队担任团长，同时更拥有10年的飞行员经验。在年度评价当中，本人更获得了第50连续3年的最高评价。本人希望成为宇航员，同时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，报答祖国，报答人民。你怎么看待你爸爸在26年前因为动乱事件而为国捐躯的事？父亲为人民服务，对抗动乱分子，为国捐躯，我一定会以父亲为榜样，向他学习，忠心报国，报答党的栽培，视死如归。我跟你爸爸曾经是老战友了，如果他今天还在的话，也应该坐在这儿。哦，对了，何武，我来问你，为什么中国人要登月？回答长官，杨主任成功升空，这意味着祖国已经成为了航天大国，祖国的航天科技更加已经追上了美国，这一点对于整个中华民族，甚至是整个地球来说，都有着深厚的意义。胡主席也曾经说过，无限的太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，探索太空也是人类共同的追求，所以祖国一定要把握这个先机，一定要登月。没错，登月一小步，就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可以重新抬起头来，追回我们曾经失去的10年、20年，甚至100年。是。你熟悉你弟弟吗？不太熟悉。不可否认，大家对你各方面的评价很高。我们也希望你能成为登月宇航员，但是你弟弟所做的事令党和国家有所受益。我相信以你的才能，应该在军队上面好好发挥，保卫中国的人民，就像你爸爸当年的一样。谢谢司令赞赏，本人会继续在空军努力，报答国家。好，同志，你现在可以离开了。正常 ，EDP 系统正常，本人已经准备就绪，不会辜负祖国人民对我的期望。Did the unfortunate liftoff attempt 3 months ago affect you in any way? And were you afraid of failure before taking off this time? 3年前登月事件的失败对你来说有影响吗？比如在升空前，你会不会担心发生同样的事？绝对没有。因为我对国家的航天科技是充满信心。我也坚信登月事件它反而是给国家的航天科技起到一个推动的作用。其实像之前美国的哥伦比亚号事件，不也是发生过一些意外吗？对吧？我觉得最重要的反而是能够懂得从失败当中如何重新站起来。
对于三个月前发生的火箭事故，中方至今仍然感到十分沉痛。经过今次事件后，中方将会暂停登月计划，并把航天技术和安全推进了更高的层次。最后，中方将会在三年后实行引火计划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派遣人类登陆火星的国家。和我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成为宇航员，替祖国完成伟大的航天计划。你知道吗？我年轻时候的梦想跟你是一模一样。但是梦想永远是单程票而已，而历史上每一次伟大的计划，都有一个先锋。嗯。假如我回来的时候，我性格变了，行为变了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还是何武，我还是你的丈夫，还是你的孩子。Mr. Ho, how difficult was it to travel alone, the 500 days in space between Mars and Earth? 好像坐牢一样。It's a very interesting analogy. 哎，其实嘛，你想想，宇宙明明就是应该是最自由的一个地方，在那里没有国度，也没有国籍，但是偏偏就是连最基本的地心引力、空气全都没有。你要窝在一个小小的太空舱里头500天啊，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最辛苦的地方。That's a very interesting answer. Are there any fluctuations in your mentality during such a long period? 当然会有啊。其实，在火星待的时间越久，胡思乱想的事情就越多。坦白说，我一个人在太空的时候啊，也哭过好多次。Weren't you afraid you wouldn't be able to return to Earth to see your family again? 其实，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是非常之重要，尤其是当一个人他要孤独的一个人去奋斗的时候，难免会挑战不同的困难。这个时候，他会伤心，他会失败，甚至会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一个怀疑。但是我知道我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。
因为我相信国家。我知道这一次不是我自己个人的事情，而且全球的目光都放在了我的身上。我要再一次让祖国勇敢地去面对全世界，而且我们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，只要能克服到自己这一点，才能成就更大的意义。阿武，我收到你杀鹰击的录影了，你好像瘦了呢。我今天呢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听后一定会很开心的，那就是你要当爸爸喽。有没有很开心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。你听过一见钟情吗？两个素昧平生的人，每天各自过着平凡的生活，遇见相同的人，重复着相同的事，直到某一天，某个开关被转动了。